维多有讲，你再帮我拍一点。嗯，我刚进来的时候，这个狗是不是跳来跳去？超皮，超皮，扑到我身上，然后在那，就像个过动小孩嘛。嗯，啊，我刚来训练，已经变好稳了，现在。啊、看看哦，它这个是我牵住哦，你看一下，来 ，Yes, good job， 不动哦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等，好，卧倒哈、哦。你看我这样，他已经有一个习惯了，我给他抖一下就卧倒，嗯，不动。以后叫他卧倒也可以动一下就好。嗯，对、okay, ，嗯，有没有？你不用跟他讲卧倒，就动一下。好，不动哦。他其实是不是？哎，好，等等，好乖。我这样，因为这个狗本来刚开始练习，他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变成，要多几次哈、哦。可是他现在是不是有理解？我给他，他就不要动，等等哦。等等，好乖哦，他现在不敢吃东西哦。嗯，我再拍哈、哦，哎，又敢了，心情又好哈、哦。好、哦，代表他 OK， 他理解哈、哦。你不要动，先等一下。我现在讲的时候什么，你先等一下，那都是拟人化。对，我讲给观众听。嗯、他其实他不知道我在干嘛，但是他知道，他一动，会有一个震动感出现。啊，算了，他不要动。好，我们让他解除，他很可爱哈、哦。我们又不是这个哦，你以前都没有办法这样子呢。OK， 乖哟、哦，啊，回应都要来了，来，啊，他以前是会暴送，嗯，来，我们看他是会暴送，来，观察一下，来，过来，我还没怎么教他，我只弄了两下哦，弄了一分钟而已啊，你看这狗。跟在旁边，他本来不是要跑主人去，嗯，有没有？来，哎呀，这个灵犬莱西哦，灵犬哈娜哈，哈娜，他也可以去拍电影哈、哦。就说这狗，我们会跟他玩，你看这狗绳子很松，哦，其实这个室内一定要每一个主人每天练，就练到这样子，到外面我才会教你，嗯，怎么内化 ，generalization， 嗯，他不懂说外面要这样子。他现在以为，你看他现在开始又拉了，有没有？嗯，有没有？嗯，你看我，我有没有拉他？嗯，一点点。我敢，他就过来了、哦，你注意看，我如果没拉他，我故意走到你那边去。哎呀，很重要哦。你那个以后就是你们制止他不当行为的一个发音。嗯。好，先到这边。Okay。